二月三日恰逢立春，张纪中小娇妻杜心凌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几张合照，透露为庆祝立春，张纪中、杜心凌等不仅安排了读诗会，还有写毛笔以及品茗等活动。照片中生产完三个月的杜心凌身材已基本恢复，老公张纪中白衣白发配白胡子非常醒目。杜心凌还抱着二胎女儿同家人合照，怀中的小女儿头发乌黑浓密，全身肉嘟嘟，看起来跟爸爸张纪中很像，可爱又软萌。老公张纪中则负责哄二儿子玩耍。随后杜心凌将女儿交给老公抱着，张纪中怀抱女儿大秀父爱，全程盯着小宝贝儿不转眼，眼神中满是宠溺。